马的罐儿啊，套在了外边儿啊，没有袖子呀，那不成坎肩儿了吗？吆喝出来啊，这怎么吆喝呀？那谁板肩儿啊？有那么难吗？明白。你学人家干什么呀？你管着我们俩画信号呢，管着吗？我嘿嘿嘿，就那意思，尽情的乐他，嘿嘿嘿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就这么，沟通的方式与众不同。